我这只要起多久？啊，我这摆是一个啊，请你讲介绍一下，大师傅无讲介绍一下。雕的，狮头豆酱，我用雕的哦。雕的，迄有诶拢用古的啦，尔有诶拢用菜花啦。这规格茶吼，哎，咱祖宗啊，就是有形寸啦，有形体啦，嘿，所以要袂做。要袂当进前就了解迄个寸尺偌大，啊，迄个寸尺的弧度甲碰度，嘿，就是规块茶落去刻，规块茶落去刻的，哇，啊，这茶要怎算？哦，这都要选迄个好刻的师傅，无你啊，选钱啊落去刻啦，嘿，啊，你若一般茶师傅嘛无好刻啦，啊，有迄个排手的迄个。啊，要安怎看？这个内底就是排气雾的物件落来。哦，排气雾的物件为啥落来？嘿。哦，啊，水柜的。水柜伫内底，伊较顶啊，会滴水落来。哦，啊，这滴水落来。这跟真的拢同款。这滴水落来是因为哪有水滴？啊，就成功大小便。哦，大小便。从这个最下面。哎。你对对。船啊，边对水面拍摄嘛，是啊，水手对水面拍摄，对。啊，所以伊就爱对这个所在出来。我遐得过山顶迄落山顶王府了呢。哦，所以安尼是拍馆的对吧？哎。伊这小在观音啦，照你讲是妈祖楼。哎。啊，含王府。哎。啊，含十二分王。哦，伊顶管得过山顶嘞。哦。啊，这烧王船是安怎烧法啊？我都不唔捌嘞。哎。王船就去到目的地，嘿，啊，伊就因为咱船仔顶有点香，对，啊，点香迄个时间到，香就会引火，哦，香就会引火，这个拢实木的，实木的，唔是啥物美丽啊，啥有诶无诶呢？嘿，这是啊，顶酷酷啊，啊顶哦，系啊，啊这所以讲，这若是真正要用晒嘛，会当晒就对啦，哦，真正会当晒。哦，毛，这啥？钉，哦，钉，迄两支拢钉。嘿，钉是安怎？什么？趴伫海底。哦，要下毛的。下毛，那叫毛。毛台湾话叫钉。钉，哦，钉是要甲停的。钉伫迄个所在叫做钉。哦，所以要甲伊停的迄个所在的地方。有趴钉。哦，趴钉。伊是讲来到迄个沙洲。嘿，要上陆，嘿，哦，都有一只小艇，哦，嘿，啊，一支叫做舵，啊舵，哦，这支就是伫这个所在，哦，啊，可能这个所在，操作方向，嘿，啊，所以这规台船是真正会当载，这不是讲，咱这只尔，啊不，不一定哦，别人的船不一定会当载，哎对。什么门？水神门。什么叫水神门？水神门就是这间。哦。两边拢有。啊，这就是安那嘞。这水神门就是，比如讲，你若迄个来到沙洲，较早没有码头嘛。有。啊，从那到沙洲就是下棚。嘿。把棚啊卸落来。嘿。啊，把锚、把钉拍落去。嘿。啊！佮用一只小船。哦，他用个只小船。小船，迄个上迄个沙滩。沙洲，嘿。沙滩。嘿。因为伊大只船啊，伊袂当划嘛。对。佮用小只船啊。嘿。啊，只小只船啊，就是讲，哪里去走长洋的时阵。是。伊只只小只船啊，就是带对即空佮钓起来。嘿。哦。伊无可能讲。这下管啦，伊就是爱有这个水泄门的利用咧，起落较方便。所以从迄只细只船，钓起哩是电管，迄个内底里面。嘿。啊，我若如果无做这水泄门，伊就爱钓在里那管麻烦嘛。是。啊，迄就是去到要晒长营的时阵，嘿，这只小电就爱起哩电管啦。哦，安尼那好讲究在里那做，哎，足讲究的哦，嘿。啊，迄个。迄个就是捌救过王船的，迄个是啥？迄个就是有诶讲满，有诶讲溜，溜哦，哎，哦，你讲是指慢类啦，慢类啦，哦，这个就是较早王哦，较早王船咧发流，哎，
啊，想啊无办法，想啊无办法，就讲，哎，啊，忽然间，大家咧紧张的时候，忽然间，船啊都变袂流，是，就是直接去感冒伫这个旁边，冒伫这个街坊，街坊咧流，哦，街坊咧流，漏水，啊，所以甲冒掉的，啊，冒掉咧，当变袂流。哦，所以从此以后，若要坐王船，一定爱甲这两码甲纪念起来。哦，好、哦，这船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这只船啊，咱这所做的构造，就是十二生肖内底拢有。十二生肖要怎看出来？迄粒白白也袂有乌眼，迄粒就是灵眼。哦，灵眼。龙眼。是。哦。哦，这龙眼。啊，龙眼。嗯。啊，这支贪龙眼，这支红宝殿，这支有栋牡丹。这个是啥？牛的牡丹。牛丹哦。牛丹。啊，牛丹顶管理伊六支黄的。六支就是好的啦。好的。啊，迄个摊位的吼，下底迄个红的叫做牛丹。牛丹。哦。哎。哎，啊个个。啊，牛角。牛角是做。牛角。哦，叫牛角哦。好安尼哦。啊，为什么要牛角？为什么？这两支是伫迄个水底内底。因为排水量吃到吃，海底有一挂较奇怪的物件，先甲看到这两支的尾，哦，这两支的这个尾炎啊尾，嘿，海底遐歹物件，伊都爱走，啊先走，唔免用着咱顶管前面的力，哦，后边这个痛的这个，啊痛出来之后就买腿，这个有较高，哎，这都是爱用一边用一边买腿去搞，买腿不用啊，啊这都是。波头伊阿边的结构啦，是哦，伊个结构就是部分就对啊，背后迄个叫做龙骨嘛，吼，龙骨，哦，所以这算龙骨。这个一般咧做啦，咱买普遍别人啦，一般咧做这个就是用迄个玻璃洞哦，啊，甲头安尼，甲笑安摸摸安尼，啊，等咱倒的。是。咱这个是实木的。实木的，啊，这个。这个真正无简单。啊，这个代表啥？这个乌韵。哦，问这个吼、哦，这个这里那宽吼，啊，伊个高度二寸七，这个规矩吼，爱用迄头落去夯，像咧凹底个安尼。哦。啊，较早阮是用迄个切刀啦，做一卡叉刀啊吼。嗯。啊，内底下卡用水落去掀，啊，后迄个蒸汽吼下起来吼，啊，下了久，伊就会软了。嗯。啊，一袂冷的时阵，就赶紧摕来夹，雕。哦内底多哦，这条内底多甲板，甲板多伫这个内底，啊，这就是甲板顶的迄个排水管，哦，这七孔，这拢徛，你甲算应该是七孔吧，吼，这拢孔的，一定爱基数哟，哦，我讲这阵啊拢徛，啊，这样吼，下港伊大只的中尾起来，哦，这中尾。啊，中尾这顶管敢有啥物布棚啥敢有？有咯，啊，布棚要哪走啊？哎，三两棚啊，啊，所以爱做。三基围三两棚。我是讲王船，敢一定爱做出迄个棚。啊，一定爱棚。哦，一定爱棚。底下弄块底下。块底。啊，毛就是用这个架起来。哦，用这架起来。啊，拄则你讲好嘢吼。哎。就是咧控制毛一条索啊，袂安走来走去。哦，伊都安尼，哦，像咧德国车，啊，你这条索就骑咧路啊。哦，对，是。啊，迄个顶管咧五宝。五宝。啊，啊，这地啦。啊。这个洞。哦，这个洞。你操作是压起来。啊啦，那操作了够，迄个细路就甲冻掉咧，都袂走得。所以毛啦收起来了后。然后就爱冻。你用迄个钉嘛吼，钉啦收起来就是，钉啦吼，钉歹势，钉啦收起来就是迄个冻掉的。啊，这个前围的围坑。前围。哦，前围的围坑。哎，啊，这个中围。这个是中围。中围。啊个，啊个，迄个后围。后围伫迄边边啊。哦，边啊。哦。啊，伊这三钉。三钉。加一钉，即摆还搁咧做，还袂来咧。加一钉。啊，中钉。啊，已经出啦。哦，啊，三间庙啊，圣庙啦。我讲，哦，伊两个就是伫啊。哦，两个伫啊。哦，两个伫啊。哎，啊，这是安怎搞的？爱用垫板垫高起来。是安怎？船啊，加减啊，内底拢会湿潭。哦，对。啊，你物件过伫迄潭都袂使，都是过伫这个，即马伊咧晓得这泥层的板。啊，这个碳粉的这就是造骨。
哦，坐骨。诶，龙骨，龙骨顶关节就是坐骨，就是像咱人的髌骨。对，咱人有龙骨嘛，咱有髌骨啦。对。啊，外方吼，就是咱的腹肚皮啊。咱康仔就是爱将一寡石啊去压住迄个。那边，那个底，哦，唔知袂摇晃，袂摇晃，哦，要上时咱台湾去嘛，剩回头车的对吧？要回头车。啊，这道是剩三人在困，有较大准称，啊，有较大，迄人会困的呢，真正人嘛会倒去啊。哦，哦，倒一下，示范，哎呀，哦，十二生肖拢讲完啊？有的也未来，有的伫这庙内底。哦，嗰啲用也未到。哦，好好。即这三间庙伫江陵咧做，因为迄个上大嘅工课，去做做咧，佮来做。所以就是，即几代阵起完十二生肖要拢有出现的对。啊，若要食嘅是有迄个淡水水果。哦吼，淡水水怪放在这里吧。放在这里，你爱落来，爱放在这里来。对对对。哦。啊，哦，他这，所以淡水嘛是要准备的对吧？有啊。啊，你用船出去，敢嘛有淡水？我有淡水水怪啊。哦，照常还有淡水啊。有啊，来这啊，来这啊，淡水水怪。我是讲用船出去呢。哎呀，来，啊嘛是爱家用过啊。哦。水爱点。我讲啦，你包括一寡酒啦，吼。嗯。一寡迄个豆啦、糖啦、盐啦、米啦、茶啦，等我准备。你嘛都爱准备啦。安尼哦。甚至也有迄个小卤汁啦，迄个瓦小卤汁啦。嗯。啊，有鸡鸭。拢爱抓。啊，你无出去，伊出去遐久，伊要食啥？是。啊，这两只，这是啥？迄两只猪脯。猪脯。猪脯就是龙的一种。嘿。伊个龙。龙的囝就对啦。哎，龙的囝一种。哎，咱讲咱十一岁开始伫造船厂练龙。哦。十三岁国小毕业到即阵，已经今年要七十啦。哦，不简单。五十几档啦。哦。差五十六档啦。真正国宝，国宝。